去哪儿？刚开始，他是按接个按个的。我是不是拍摄？嗯，现在拍。OK 了，再拍了，现在再走吧。拍了。刚才待机就是拍一次。等一下把他这个宝贝摔了的。把他车撞掉，他只有把车给他撞的这么久吗？多少年了？他用这个不用啊，你现在买过来，他高科技，他不会用啊。什么不会用？行啊。不会用啊，光车啊，也不认识字的，你又光车认识字啊？哟啊，师兄啊，都不认识字的啊。普通话都讲不来的，还会认识字了？那索尼怎么用卡尔蔡司的镜头？不是光哥不最喜欢拍这个了吗？今天在那里失踪，他要来拍的，每天都还睡觉。啊？睡觉，睡觉睡觉起来要连连看。他每次到这个时候，第一个跑下来。